结果有人被砍伤，警消火速赶到现场，将伤者赶紧送医。还可以看到几名男子身上沾有血，赶快向店家调了监视器，还原事发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没有，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怎么样。那边照不到，你做怎样？哦，对，没关系，我一样看一下。你照不到？哦，是哦。啊，你主机在那边是？在里面那边。哦，这照不到，那个。我照这个范围而已。今天凌晨将近一点时，新北林口中山路上，一群朋友本来在开心喝酒庆生，结果其中一名40岁的叶姓男子与25岁的陈姓男子和23岁的邵姓男子三人发生口角纠纷，过程中邵姓男子持刀划伤叶姓男子的手，演变成肢体冲突。警消到场后将人送医，并带涉案人员回派出所厘清，不过后续伤者不会提出伤害告诉，因此依妨害秩序将三名犯嫌送办。 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豪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